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，欢迎大家提问。That some people want to damage China-U.S. relations. 这是一次积极、全面、富有建设性的会晤，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，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大事件，也必将成为中美关系史中的里程碑。谢谢发言人，总台央视记者提问。习近平主席，这些重要的共识和成果进一步说明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，也进一步印证了互利共赢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，对话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。 The importance of all countries using their influence to prevent escalation and expansion. 这种说法极其错误，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，中方坚决反对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挑拨破坏中美关系，这也不会得逞。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